有效撑起了。布里西奥，四号位打得很自信，判断上还是要把握好一点。布里西奥的大斜线，起球了，还有机会。布里西奥四号位的平拉开，好发球，有机会，自由人的垫条，中会，拿下，现在大比分是1-0。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，首先由布里西奥来发球。上来直接一记 ace， 一传到位，这个球稍微有点倒，又是一个发球得分，球一传传的稍微有点上网，无功过网了，直接送探头。这个球多回合双方都在拼防守，这分球是布里西奥的平打，给到贝尔的球也没有配上一个吊球，打手变线，比较扎网，平打打到手了。再上一层，这分球炸手了。前排的两点攻，一传弧度比较低，稍微的平拉开打中线，打手出界了，这颗球布里西奥这个球是冲进的短球啊，刚好一传没接好，下手调的这个位置能够让布里西奥去冲着，发球的是8号国伟林，球发的不错，保卫一的防守，布里西奥的大斜线拿到了局点，防守质量不错，第二下过渡一下，递给布里西奥，这一分球大斜线，双方多次失配，布里西奥的直线，好防守啊！啊，双方的防守质量都比较高，贝飞。打杆了，这个失误啊，上海光明又被女排，江西上饶奥飞女排带给我们了非常大的惊喜，特别是在主攻线上，大家继续锁定咪咕视频，感谢您的收看。